Eric 那么耳熟啊，是不是之前那个什么金融男？嗯，哇，那金融男现在对你还念念不忘呢，这么执着干嘛不跟他复合啊？当初忙得连个人影都找不到，现在知道回来找我了，晚了。你就因为人家忙就跟人家分手啊？不然呢？我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，我需要他干什么？切，我跟你就不一样，顾医生这会儿也忙呢，我一会儿还要去给他送饭呢。你好，给我个菜单，谢谢。这个来一份，谢谢。好的。好，这个。好。米饭。好，这个。三个菜，麻烦给我拿三个打包盒，谢谢。好的。那小顾啊，你就把今天会议讲的理论整理一下。没问题。嗯。哎，嫂子，你来查岗呀？没有，给他送吃的。啊，哥，这边这边。嫂子来给你送吃的了，好福气啊。是啊，他比较黏我。啊？是吗？想你了。给你带了吃的，慰问一下你，顺便表现一下自己。这看起来不像你自己做的。我这刚一下课就来找你了，我哪有时间做啊？哎，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。嗯。请问，允许我对你犯花痴吗？嗯。好吧，我批准了。不充钱。哎呀，你赶紧吃吧，我不跟你贫了。嗯，这个是我特别喜欢吃的。那我得好好尝一尝。那你最好是全都吃光，不然的话，我可是会生气的。那我得全部吃光。怎么样，味道？好吃。真的好吃还是？但是差了一点点。差什么？如果是你做的就好了。好呀，那我以后就学会这道菜做给你吃，好吗？嗯。好，那这个，但里面有蒜哦。啊，这。喂，小薇。顾医生，主任有急事找你，让你去手术室一趟。我知道，马上就来。笑笑。嗯。紧急情况，我得去一趟。我听到了，你赶紧去了，不用管我。你去忙，然后这儿我收拾，一会儿我就直接走了。嗯，好，交给你了。走吧。好，我去忙了。忙成这样，连顿饭都吃不了。